活的，也一今年16岁，我哋 Bill 是有个 CTE 嘅关于个 JMI 电脑啊，咁佢 cap 咗其中一个位置咧，就是、落沙运河嘅 TDM 嗰个位置啦。如果个位置就喺美国嗰个部署点远啲嗰度。即系我哋嗰阵礼拜日，嗰阵我下昼5点几嗰阵冇嘢做咧，就将 WhatsApp 嗰啲记录咧，即系偷我单子嗰啲记录啊，就 keep 上 Facebook。冇几耐咧，又俾人将我呢个 post 掉上去个群组度咯，跟住又嗌杀。最尾坐7点几出去行路咧，突然之间见到我个名字退出咗群组，我俾女班长踢走咗。冇几耐咧，嘅唔系，正我哋嗰应该系先讲翻15号先，嗰阵咪掉一段调翻转嘅片掉上 YouTube 嘅，跟住我就擦擦地咁样就自首咯。之后16号嗰阵，见到阿 Sir 打俾我，跟住就讲一大堆呢啲有呢啲咁样。哇！之所以踢你出群组咧，就系、是、想唔好有拗撬啦。不过都冇乜用。再话到到依家上网，段片仲喺度嘅，你想我跌又冇机会嘅。2017年嗰陣，琴日講漏咗咧，係16号嗰陣分組，係分位坐。仲記得我哋嗰度有個姨媽，有個女仔，不過都退咗行啦。2022年嗰陣咧，咪師生都有個活動叫清算者嘅8对8。你知唔知嗰陣我點樣解嗰個任務啊？就係、是、用 Boris， 跟住用個維，即係大維修工具維修自己火炮咯。咁佢嗰陣有咩 skin 送咧？不過最記得應該係嗰個 MA5 嗰個 legendary 個 skin， 叫咩特朗伊木馬咯。嗰陣我喺度怨點解冇人打，現時真係嘅。琴日咧，我等咗萬花筒等咗足15分鐘先至有人。有冇諗過啲人咧？因為等啲人太耐，所以就決定唔買88啦。我心諗，
你188喺一隻 game 位係唯一一係唯一出現過一隻 game 嘅，之後嘅新 BF 係冇188過。如果你心最清嘅話，如果透過就新嘅 BF 都係繼續翻64個人嘅戰場啦。188人佢原本 design 個 concept 就係食雞嘛，即係好似食雞嘅啦。周圍的地圖乜嘢都冇嘅，但係都好合理啊，因為你係打仗之前噶嘛，咁佢即係開始為咗食雞，後尾 season one 嘅時候，因為佢宣布重即係 game 重製啊，所以就食雞就唔再出現啦。咁依家188已經變成咗個歷史啦，繼續圍繞住11張地圖，永遠都唔變嘅。我相信都幾好玩啦，如果你玩得慣咗嘅話。不過因為嗰張上年 Season 6嗰張絕殺禁區出現咗之後，已經個個喺度玩啦。甚至呆屎羊至到喺度整咩啊？咩全日無休咩絕殺禁區精華位體育場呢個避風港搞到冇人玩。係啦，今日咧 ASAI 之後跟住聽佢補堂，因為原本禮拜五上嘅，但後屘因為同 ASAI 嘅 lab 咧撞咗堂，所以就商討咗之後咧，就今日。上翻星期，今日就頂咗星期五嘅堂，星期五嘅堂就變咗 ASAI。禮拜五啊，要交500 assignment BIM， 今日已經做咗4份。其實咧，你睇碌屎冇乜用嘅，因為啲碌屎好似唔知講咩嘅。我都係用最高 level 嗰個 ChatGPT 啦，直接價值啲 simple 嘅 POE 其實冇乜用咯。仲有一份未做，因為佢嗰個 ChatGPT 每一個問題要200個點數。